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乔治张兆志。雪佛兰科威特 C3 虽然说已经是一部超过40年的老车，但是它流线的外表加上它勇猛的 V8 引擎，是所有男人心中的梦想。到现在为止，还有许多死忠的粉丝。These are the most amazing wheels that I've ever seen。就因为它的外形如此的经典，所以我们就不改它了吗？当然要改。到底在这群改造车大师的鬼斧神工之下，它会不会变成经典中的经典呢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Acceleration was terrific. Let's go for a spin. 改装车大对决，雪佛兰科威特跑车。